是王国的 Skywarp 天湾，嗯，在 Beast Wars 里面出现这个名字真的是蛮奇怪的，所以我还查了一下资料，才知道原来 Beast 呃 Skywarp 它是 Beast Wars Two 里面的角色，也就是说它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三 D 动画的《野兽战争》里面的角色，呃、它是日本动画做的那个白斯科博文的动画里面的角色。 哦，所以说孩之宝为了兼用，为了改模兼用，也真是下足了功夫呢。那这个头雕，它就是有特地改成跟那个 Sky 呃，跟那个 Skywarp 接近的头雕哦，就算你厉害，特地去找到《b e z s Wars 2》里面的角色来改模。 啊、哦，那外形上是这样，这个翅膀的纹路真的是很漂亮、哦、啊！它原模的声音本来当初台湾到货好像货量就没有很多，然后又特别的抢手哦，所以我是没有入手到的。再加上这个 Beast Wars 系系列的一贯的一趴变形，我也没有很爱，所以没有特地去找。 哦，所以我是没有原模可以去做比对，但应该就是这个头雕有改而已，其他应该都是一模一样的模具。OK，那可动度方面，头就是一个简单的球冠，可以后仰，整个往上折没有问题。啊，左右动也当然是没有问题的，手臂平举，前后转，有上臂的平面回旋。 好有上臂的平面回旋，手肘稍微大于九十度。上面这边还有一节可以折、可以弯折的关节，可是这个是变形需要。哦，实际上人形在摆 pose 应该不会去折这一节，看起来就是一个骨折的样子。再来腰可以转，裙甲可以掀起来，前踢可以踢九十度，膝盖折曲角度很大。哦，这个折曲角度很优秀。这边也有回转关节。 好，有这个平面回转侧踢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比较可惜的就是它这个脚踝是球关，哈，也是自从围城系列以来，D 拉斯等级应该就只有这一只老鹰是在脚踝还会用球关吧？那它的接地角度，我觉得其实就有点不理想，嗯，因为它球关这边也没有再特地做个开口，让它可以。 整个折的更过来之类的，所以它左右动的幅度，这个接地幅度就只有这么一点点。OK，好，那呃，这个武器我是习惯直接挂在大腿旁边、呃，因为这样子它变形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一体变形，就不用在那边拔来拔去。但当然，这个武器是可以拔下来，然后接在手上，变成手持的武器，好，或者是接在手臂侧边这边。 啊，也是为了让他可以接在侧边这边，所以他手臂侧面有这么一个大洞在这里，我就没有很喜欢这一点，这个洞实在是很难看。哎，OK，好，那差不多人形就是这样子吧。好，那还可以讲一下的是翅膀折叠的方法，我个人是这样子，整个呃算是一个“记”字这样子折过来。 啊，那我在别的 YouTuber 的影片也有看到不一样的折法，但它翅膀这边反正就是有很多节关节可以折，所以应该就是照自己喜欢的样子来摆就好。好，来看它的变形。好，那变形首先就是把翅膀这边整个摊开，直接摊开，再来从它的背这一块面板给它解开。 头就可以，诶，先不要折头，先，呃，该怎么讲？它这边身体里面算是有一个多段的关节，哦，呃，大概在这里的位置，把它解开，整个往前拉伸，哦，有点，就是它本来是这样子压缩在这边，啊，就给它整个折叠过来，好、哦，但它因为两边有可能可以。 独立分开动，所以就是要稍微确认一下两边这边的关节都要把它调到一样的位置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可以，这个空间腾出来了，就可以去折它的头。去，嘿，这样折出来，好，那上面这个卡扣再扣回去，这边可以刚好扣上啊。那老鹰的头就出来了。好，呃，这还是它的手臂。 转九十度，哦，那利用刚刚讲的这边这一节的位置折进去，把它藏到腰这边的空洞里面去。好、哦，这边会有一个卡扣，可以去扣这边对应这边，给它藏进去。肩胛折下来，好，另一边比照办理。啊、哦，那这个变形其实说真的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跟一趴变真的没有差太多。呃、哦，然后腰转一百八十度。 腿这边把它往前折，好，那往前折的时候，就是它腰这边有一个有一块凸起，哎、欸，在这里哦，就可以把它扣进去腿这边的空洞里面去，哎、欸，然后这边腿可以先转一圈，扣进去，膝盖这里折下来。 小腿这里还有一节可以往前折，脚掌再转一圈，好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。另一条腿比照半离之后变形就变好了、哦。啊，这个变形方式我是觉得很微妙，很像是一个人被体罚一样，就是摆出了一个交互蹲跳的 pose，然后手背在背后。我、哦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。 好，尾巴这边可以给它扣下去，扣好，然后这样变形就变好了。你看，一个人手背在背后做交互蹲跳，啊，好，但呃，该、欸、怎么讲，就是这样子吧。就毕竟是 Beast Wars 系列的变形哦，其实就很常是这样子的变形。那、啊、从上面看的话，这个老鹰形态是很漂亮哇、哦，这个羽毛的刻画真的是细致而且很美。 可是从正面看好像也还好，但你只要一从后面看，它这一大坨东西就是整个就在这边。啊、哦，那这一只 Skywarp 比较好的是它这边这个武器在这里刚好会颜色把，它，就是会把它的腿遮住，让它颜色比较统一。啊、哦，如果没有挂这个武器的话，它这边腿就是一个咖啡色，就比较不自然一点。 好、哦、是这样，好那老鹰形态头还可以左右转动哦，这个也算是蛮有心的，还有做出这个可动出来，然后嘴巴这边也可以打开，好、哦、那脚这边就也都可以动啊，只是就有点微妙这样啊、哦。那翅膀刚刚讲过了，它有很多关节，所以这个翅膀其实可以摆出很漂亮的老鹰飞行的动态出来的。 哦，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地方。好、哦，但诶、欸，这个 Skywarp 这个老鹰的眼睛的涂装，我就比较不喜欢了哈、哦，它本来神鹰的眼睛是整坨黑色的，就有比较像鸟类的眼睛。好、哦，它这样子这边勾住，然后。 瞳孔是一条直线下来，我会觉得这个比较像是爬虫类的眼睛，比较不像鸟类的眼睛。鸟类瞳孔应该也是圆形的才对。OK，啊，但这个翅膀的刻画真的还是很漂亮，哦。 刚好之前老鹰没有收到这个模具，所以这一次双人包这个搭配，我觉得就收起来也是没有负担，很值得入手哦。但如果之前有买到神鹰的，可能就比较比较不值得吧，可能啦。啊，但但我就觉得海之宝这次的商法就是很可恶，他就是搭配了斯韦博的。 地球形态让你想要收斯韦博，你就是得要入手这个双人包才行，真的是很邪恶。好了，那就介绍到这边，来看下一支。